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中国体育直播 TV 平台观看中国双鸭山仁和安防乔氏杯2018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第三站第一阶段160-80双败淘汰的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阿苏，苏新元。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辽宁的球手王青对阵来自福建的球手陈国忠。比赛采用120分钟限时，21局11胜，双方轮流冲球。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败部的比赛，获胜的一方在明天还有复活赛，而输球的一方将遗憾地告别本次大师赛。屏幕右侧来自福建的陈国忠，现在呢是在辽宁沈阳啊这边来这个练球定居。比赛开始，第一局陈国忠开球。冲球没有球进，这边看来比较好选的啊，就是花色球。开球线上方的9号是有机会啊，白球弹顶库过来去带开开球线左下方的12号。哎，中杆啊，带一些力，稍稍带一些左侧的旋转。看会不会这么选择啊？嗯，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在打的时候，感觉稍稍有一些硬，而且出杆有一些快啊。那现在陈国忠这一边，如果翘起杆尾啊，进攻4号就左侧中带是有机会上去挑1号球。如果选择花色球的话，后面3号形成后斯诺，出杆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选择布防，进攻15号，发力往前蹬，先定颜色。看要不要推仰一杆啊？12号球。左上方的顶杆，漏了一个14。11号就右上方的顶带也可以打，但从刚才机位交代的角度，14号就跟白球啊角度比较直，不太便于最后的走位。打11呢难度又比较高，看一看王青的选择。打11就推上去啊，9号就可以衔接左上方的顶带。10秒，打得稍稍厚了一些，
那看来在一号球、十号球跟十一号球这三颗球上，双方可能在比赛的后面要有一些的这个推防以及化解。上来来去做的话，那么分离角度要注意啊，杆法不能太低。中杆的推杆啊，白球从十号跟十一号中间。好球，力量。陈国忠来自福建，现在在辽宁沈阳定居。进攻三号，那过来是要衔接六号球了。关键一杆，好了。可以打了啊！推杆带一些力，白球弹边库，可以衔接十四号球，不要太轻，就是走小了，走到这个摆球线啊，竖线的位置上，白球衔接后面的花色球效果会更好。推杆弹起，简单打法啊，一样，刚才的力道，进攻十二号就左上方顶带，白球可以衔接十一，能衔接的话就打，衔接不了的话打十号再做，都可以。那碰到九也没关系啊，哎，在准度上。今天在有一些角度的进攻上啊，王清失误率比较高。很明显的刹车球，底杆减速。这杆球有想法了啊，有信心就攻，稳妥一点的话可以用八号球来防守。这种球要攻的话难度太大了，王清好机会，一样可以尝试刹车球啊，直接推的话，这个力量很难控制。如果防守打十号球右侧，白球尽量的往十一号球的缝隙跟边库的缝隙、顶库的缝隙当中来放，要攻的话呢，需要推杆。要带一些明显的右侧旋转，主球的三点钟方向，但是旋转给的不算太够。
一种是十一号球尽量的去往右下角这边来翻，也可以尝试去做，但是这么着防没什么太高的意义啊。反正对手有了一个啊，打六，靠七号球形成障碍的这么一个线路，结果挺好，但是这个过程稍稍有一些运气啊。这是王清刚才这个打十一号的时候出现那个小失误啊，给自己现在上场制造了麻烦。白七拿六走八，自由球。第一局，陈国忠胜，比分1-0。谢谢。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本次赛事的承办方啊，仁和安防工程有限公司的经理啊，杨志新先生来做客我们官方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的这个台球经历。志新你好。哎，你好阿苏。嗯，志新，我们知道啊，你以前也是这个乔氏的这个我们的裁判员啊。对对。你是怎么跟台球结缘的呀？跟裁判结缘的呢？跟裁判结缘就是以前出去打比赛的时候，记得是在北京天下第一城啊，廊坊吧，天下第一城。对，廊坊啊。第二局啊，这样就每次比赛因为费用特别大，嗯啊，觉得又舍不开这个台球，然后就做起了裁判员。哦，做起了裁判员以后，又被这种比赛又渲染了、感染了，所以说也挺矛盾的。所以说偶尔就是出来比赛，或者是出来裁判。你比赛我是知道，以前经常是。嘛。又执裁又打比赛啊，对对，舍不开这个台球这份热爱。对对对。好，我们先回到球局当中。这边王清冲球啊没有球进，给了陈国忠一个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单色球唯一的小难点可能就是九号球右上方的四号以及14号就下方的三号。对。这个球的角度留的稍稍有一些小，需要带一些力啊，白球而且贴库，对，不太好冲出来哈。换了，可能本意想的是，先是进攻，然后我尝试着把花色球啊，对手的球顶到库边上，啊，给自己留一个后手。王清这几杆打的还是很开放，可是在准度上啊，从第一盘来看这失误比较多啊。对对。
之前你也是参加了咱们本站比赛，对对，参加了本站比赛。第一场比赛发挥的上的 TV 台发挥的也不是特别好，是吧？对，因为忙前忙后啊，可能比赛这个筹备中啊很累啊。这个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其他城市的俱乐部的老板啊，或者台球的相关从业者，老想询问，说怎么来承办我们这个乔氏大师赛？啊，乔氏大师赛需要什么流程啊？简单介绍一下。流程就是，你可以有一个俱乐部，或者是这个有体育场所呀，或者是商场一类的，这是必要的一个基础条件嘛。其次呢，就是，你这个城市啊，城市这个最好是不要太偏僻，方便球手出行，然后准备足够的资金就够了。其实承办乔氏大师赛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历练嘛。那么说有俱乐部的这种场地，有没有它这个比如空间限制有没有？场地呢，应该是最少要在16张球台。有平米数的这个限制吗？平米数大概，这个好像没有限制，不过一般都是最少要16张球台。哎，对对，因为比赛的球台数量是16张嘛。明白了。我觉得近些年呢，承办大师赛应该一般都会在体育场馆，这样显得更国际化一些，也便于球员们的发挥，对观众们的观赛啊。对。哎呦，够悬！现在王鑫就要想，我是在把上方的15号打进，回手再打9号帮进对手的4号球沉底，还是我现在就要沉底，留一个15当备选当后手？应该现在沉底是好的选择。并不算太好，不太理想。3号球，机会了。杆法不要太高，直上直下过来。很多的这个爱好者都会选择带一些右侧的旋转啊，打力打完之后吃小角，最后走一特别大的角度。实际上这种球只要是控制好打点的高低就可以了，并没有强求啊，直接做了一个平时练习的5分点的位置。太仓促了。那么现在15号球是一个天然屏障啊。对。王鑫可以尝试把10号跟9号打活啊。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轻易的给对手一库到2库解球的线路的位置就可以了。对。这种球吧，其实对手是很容易，就是解到8号球之后反掉你。对对。就正顶8号之后，用15号挡住你的球。对对。对吧？哎呦，这个差的很多了。是。入库点以及分离的这个线路判断上，出现了问题。这样9号球就成为难点了。10号球可以用10号球打10K9啊，或者打12K9都可以。上方15号可以衔接。
当时手机声音啊，这球正好一 K 完之后出现那声音，感觉像玩游戏一样。对对一杆推一点就好。双方打平。王清生比分。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啊，那咱们这仁和安防工程有限公司主要是一个承接什么样的项目的一个公司？经营这个电子监控设备。哦。和这个道路违停抓拍这种。明白了，明白了。那你现在可真是啊，又是这个咱们的克鲁斯堡乔氏俱乐部的这个负责人。对。啊，又掌管这个仁和安防工程有限公司的业务。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台球器材。啊，呵。你小强人儿啊，真的是啊。那你是就是很多人都很羡慕你，是这个把爱好台球啊结合到自己的事业当中。那你从中体会是什么呢？我觉得使自己更加热爱这个项目，台球这个项目了。嗯，因为你达成事业以后，你会用心去经营了。明白。第三局。陈国忠看球。就现在全社会有很多的这种企事业家啊，然后在自己事业有成的时候，哎，开始把这个自己喜欢的台球这个项目啊，对，做得越来越好。对对，因为也看到乔氏大师赛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嗯，更国际化了嘛，也愿意为这个民族的项目啊，这个红红火火在添砖接瓦。对，真希望有一天他们进入奥运会了。嗯，离不开像你这样的这个企事业家的这种支持啊。这个角度还不算特别好，如果不强求的话呢，就直接推到屏幕右侧啊，衔接一号就完了。一号和五号处理掉。嗯，球稍微有一些靠过边，如果直的话轻推。哎呦，这白球离库边之后，这个你看的这个角度跟实际打的这个角度，对，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失误。这还是非常紧张啊，有点。嗯，有点紧。至今打这台球打多久了？这个是2004年开始打台球。2004年啊，四年上高中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网吧还不太盛行呢。年龄不大，还我们这个年代，80后嘛。一张嘴，我们这年代突然间感觉怎么那么老啊？对，是。开个玩笑啊，那这回看着亨德利来了，就是感觉沧桑了。看到他也就想起了曾经热爱台球那段经历。是，时光荏苒啊，很多都是电视上看到的人啊。对，没想到他能够来到我们身边。对对，咱们这次比赛双鸭山本地的球手有多少位参赛了？地大概不到10人吧。不到10人啊。因为本地球手的水平是有限的，并且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很好啊，生活水平很低，觉得500元的报名费可能稍微有一些贵。这边你可能也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扶持吧。对对。
就是每一个报名的刷山的球手可以到我那领一张500元的会员卡。哎呦，没事啊，明天我就搬家。这球打得很漂亮。是的，当然本意可能也是没想着进啊。对，但还可以打。如果你要防的话，就必须要防得特别的严。打是对的。那现在陈国忠就要想，要不要十号就过去，对吧？右上方的顶带，我去接力。接五号力。我最差，我也把你挤开。对。嗯，指这个位置，也是在告诉我是这里吗？直接太准了，经常是这样啊。咱们平时打球都是经常是这样，想的是借力，啊，对，他直接空心，你想空心他借力。但无论怎么样，这一杆确实是好球。第三局，陈国忠胜，比分2-1。谢谢。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第四局，王清开球。在我印象里，阿苏也打过球式比赛。对对对，我在2017年的山东临沂站。临沂站，嗯，打得稀碎，就感觉那一，就是那个灯光啊，那个场地的氛围啊，一下让你自己就跟之前参加的所有的大小比赛都不一样。对对对，很神圣的感觉。之前咱们在瞧这个裁判团队执裁了多长时间？执裁了3年了。三年了啊。对。那你也是见证了各种规则的变化。对对是。那么这个很多的爱好者也会经常询问我啊，嗯，说怎么能够加入到这个咱们乔氏的裁判团队当中啊？你有没有好的建议啊？这个就是可以联系那个王麦涛裁判长啊。啊，我们的培训基地在吉林省长春市，啊，在百涛台球学院。这样你通过培训呢，通过考核啊，考核成功了就可以到大师赛上来执裁。这个是唯一途径啊？对，这个是唯一途径。好的。因为是要前期先通过培训，培训然后之后有一个实战的这个考核和一个笔试。明白，就跟那个学车本一样。对对对，其实只要自己会打台球是非常简单的，但最主要的是那份对台球的敬畏心啊。对对，得要有。这边局面比较简单啊，陈国忠也是逐渐把局面简化了。对，如果这杆球直的话啊，觉得可以低杆一，对，低杆心回来，再弹起，尽量叫得近一点。对对，嗯，有角度，角度往下蹬了一点，
那就甭说了，看准度吧。嗯。不用特别大的力啊，哇塞！他可能更习惯，而这种球你还拉满弦的去，去进攻的话，很容易出现失误的。对对。其实大师赛的球台配上6811的台泥，嗯，其实就是不需要特别大的力量，要用技巧去打。我现在自己很被动。打的略显着急。嗯。陈国忠这小伙子特别有意思，他是福建人啊，然后在北京上学，上了十几年啊，现在在这个辽宁沈阳这边定居练球啊，在沈阳。对。一张嘴特别正的京腔。嗯。那志新，那你未来的这个工作方向还是在，主要是经营自己的公司？未来这个想帮助我们刷山城市，通过大师赛嘛，建立起一个体育产业，台球方面的体育产业。想让更多，曾经打台球或者未来打台球的人再重新拿起球杆嘛。也是为这个事业啊，现在是招贤纳士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台球这个已经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了。嗯。对，那么你说到这儿，你作为这个球房的老板啊，是怎么来看待现在这个全国台球球房的这个产业在萎缩的这么一个现状？我觉得大多数的打球的客人啊，基本上都是70后或者80后了啊，90后就很少了。到00后呢，基本上都在体育竞技嘛。就是那个电子竞技这一块。对，其实再一个就是台球的消费啊，稍微有一点贵。嗯，因为它需要特定的场地、器材。对。它不像这种电竞，我随便拿一个小移动终端就可以了。对对。不需要场地，不需要任何的约束。对。像很多年前，可能打台球的话。也就能花10几块钱吧。现在如果你打一场台球，可能要花费几百元，并且还要买设备。是，但是当然作为这个娱乐产业来讲，台球还是一个比较非常廉价的啊。对对对，你随便吃吃喝喝也好，或者怎么样，都得动辄都得4位数，是吧？对对。那说到这儿，这个有很多的排名靠前的选手还没有到这个双鸭山。嗯。咱们如果他们想练球的话，在咱们克鲁斯堡乔氏的俱乐部，这个费用是怎么来一个算的？费用就是38元、48元和58元三种。这个木库对，金腿跟木库、金腿和银腿啊。随着这个价格的递增，就是木库、银腿、金腿，对吧？对对。38元、48元和58元。嗯，这个基本上就是大师赛这个指定球房的比赛标准了嘛。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咱们台球圈里有很多的美食家啊。嗯，那咱们这双鸭山有什么好吃的？鸭山的特色有这个烤肉啊，小象火塘烤肉，小象火塘，小象火塘是吧？对，还有景春烧烤。哦，离咱们这个俱乐部远吗？啊，不远，啊，就在附近。双鸭山最有特色的应该是叫羊拐脖。羊拐脖啊。这个是一个，羊的，就属于肘这个部位啊。发力硬蹬下来。嗯。两位。
业选手都喜欢把这力啊发得特别的透，特别实，拉得特别的满。嗯，第四局双方打平，轻胜比分2-2。本次仁和安防乔氏杯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是由国际奥委会旗下世界台球协会中式八球国际联合会联合支持，由双鸭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双鸭山市体育局等单位承办的国际级积分赛事。我们再一次感谢双鸭山市仁和安防工程有限公司、秦皇岛乔氏台球桌场联合冠名赞助，感谢农夫山泉饮用水、野豹球杆、威力球杆、LP 球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波斯球杆、运动高手秀 APP 等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企鹅直播、中国体育直播 TV 两个平台观看所有的直播以及录播。赛事官方录像回放平台是运动高手秀 APP， 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参与文章回复赢取球杆大奖，也可以查询比分以及相关的赛事信息。第五局陈国忠开球，有球下，但是白球这个位置并不算特别好。那志新，咱们现在克鲁斯堡俱乐部有没有知名球手现在在主场啊？啊，在主场呢有单宏宇和奚汝昕两位球手。哦。也在看11号球的左下方底带。很微妙啊。先去做14号球的中带，那么就要避免14号球接15号球。如果不11号，如果不够下的话，可以10号啊，带一下。思路非常清晰啊。做得非常好。如果有向下的角度啊，哦，低杆太迟了，不够。虽然是加了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左侧旋转，还是想控制白球的流向，但是准度上丢失太多了。还是得低杆啊，
看一下右手旋转，还可以。嗯，角度比较小哈。对。一样，这个横台蹬一步过来衔接三，角度够就推下来啊。如果喜欢秀杆法，就想强低杆横台左侧啊。合适。嗯，选择一个最简单实用的。中低杆带一些力，直接就蹬上来，第五局王庆胜比分3-2，谢谢。第六局，王清开球。现在这局面啊非常焦灼，对，各方势力都犬牙交错。应该是有一些角度，先调七号过了，陈国忠还是啊有一些这个交杯的理念，但是在一些细腻程度上啊稍稍有一些这个不精确啊，对，但起码看得出来就是有板有眼啊，不是绝对不是瞎打，可能就是稍微有一些紧张，或者说确实在一些手感的细腻程度上，对，不过年轻球员还都是这个成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对。现在就要想了，你是要顶还是单叫？
还是发力要顶。顶的话，六号中带，六号能不能中带吧？对。陈国忠这速度可不慢啊。感觉他这个力特别硬，那平时打球可能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局面其实上已经解开了啊。简单点，打15，白球推到十号就右侧啊。对，尽量角度呢留一个向上的角度。没有必要推一库吧？你就是不没有必要推那么大，对吧？你就弹推弹起来就好。嗯，两位选手都喜欢啊，把这力放出去。对。还好自己的局面好，这个还能再衔接，只不过这有点够着啊，顺塞球。来一些顺塞的两颗星吧。嗯。换了。我觉得后面几局王清发挥的不错。好一点啊。他适应了这个比赛的节奏。你说会不会是一种战术？开个玩笑啊，不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娱乐的时候啊，民间自己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样啊。对对。上来之后先啊摸一摸对方的实力啊。对。是吧？比赛当中不会啊，那一局是一局啊，就是前面给自己挖坑，后边填不上可麻烦了。哎，刚说着这边一个不经意的六号球过来了。影响这个出杆了。嗯，你挺可惜啊，这个。真是啊，抬手就打，速度很快。都是属于那种提前交卷的小同学，双方再一次打平。第七局，陈国忠看球。看球时机。继续击打。局面很开放。嗯，
局面开放，但是希望王清跟陈国忠两位选手啊，能够把这个局面能抓得住。对，别出现那种刚才像王清那一盘那么简单的局面，最后六号就形成了一个出杆障碍。对，要尽量避免这种意外发生。其实又是一个尴尬的角度。嗯，白球啊，应该啊，比较直了，感觉。哎呦，你看这角度。那强制的性呢，偷的薄一点啊，发力往左侧，往十号跟十二号中间这个位置，嗯，过来蹬，很有可能是十秒，因为你潜意识会往左多瞄一点，对对，发力就打薄了。延时，这个位置不算理想，看王清怎么调整吧。这低杆回来直接先衔接四啊，还是发力蹬，看来还是有角度。对对，角度也不太理想。嗯，你看你是打四横过去敲一下八，用六号就打中带衔接三，还是先过来先打六，先衔接三吧应该。嗯，先打六过来叫三，稳度还是可以。是，就看你两种选择，你自己哪个更保险一点。杆不要太低啊，打一个钝低杆就可以了，不用说了，这球稍稍一点或一蹬都可以。其实王清虽然使的是美式球杆啊，但他的这个打法跟这个发力的习惯还是一个小头杆的一个发力习惯。王清胜，比分4-3。谢第八局，王清开球。我们回到球局当中。开球时机。继续击打，那选单色球入局的话，一号球啊一定要过来看清楚正角度，这个十四号就会影响，所以说这个一号球啊是整个单色球的难点。
直接再调整。现在这个角度啊，打二低杆横抬啊，九号跟十四号球中间的位置啊，可以衔接一号球的左上方的顶带。杆法不用太低啊，把这个力打顺就好。看要不要打一号球白球呢？赶着十四号球往球台的左侧啊，去衔接四七的其中一颗。这样的话局面解开。白球的角度呢也是微微的向下，可以过来啊，先去调三，也可以呢，选择先把中带的球打掉啊，闪出这个七号球下中带的线路，看陈国忠的选择以及次序啊。先过来调整三号，那么起来是衔接六，力量。这杆球宁大勿小啊，对，那这样的话推回来就好了。打得很工整，双方再一次打平，陈国忠胜，比分4-4。第九局，陈国忠开球。两位球手都没有太考虑这种所谓技术冲球啊，就是大力，效果还不错。那么单色跟花色，唯一的难点就是九号跟三号。相对来讲啊，花色球更简单一些，现在打十号就有可能过来调九啊。没有这么选择，那不知道九号球屏幕右下方的脚带够不够下。如果够下的话，那么这一盘花色球优势很明显。我们看，总共六个袋口，四颗球都在袋口附近。那看来这样的话，先过来衔接九号了。角度很直，那现在有一个小难题啊，低杆
选择推杆，那就避免二。哦，好球。我担心他推过去之后啊，白球会碰到二号球，他这个角度可能看着更舒服。这杆好球，注意身下啊！一杆清台，第九局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官方暂停。官方暂停十分钟，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九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九领导者，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杆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式和中式八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9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00-147，转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爱跑光影桌球台球训练评级系统，教练好帮手，学球更专业。全国代理火热招募，咨询电话400-6000-147，准五。选择乔氏不后悔，乔氏的案子确实好，都在打乔氏桌。职业选手对乔氏是很认可，乔氏球台是最好的。我特别喜欢在乔氏球台上打球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一个字，特别爽。我在北京，我在沈阳，我在福州，我在长春，我在宁波，我在陕西，我在途阳。我喜欢乔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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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喜欢乔氏。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
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王清开球。开球时机。这边王清又是本场比赛个人第二次开球时机。重新开球。陈国忠这一边选择自己重新来冲球，可以。第十局，陈国忠开球。陈国忠选择自己冲球之后没有球进，我们看到所有子球像天女散花一样啊。这边王清来选球，感觉花色球啊相对来讲更好一点，因为十一号球欠到带脚的这个位置啊比较深，现在我们判断不了。如果王清感觉十四号球可以借十一号球薄边下左边中带的话，那么花色球的这个唯一的难点就是八号球右下方的这颗十三号，十秒，那么可以用这个右边中带的十二号就过渡啊来衔接。五，延时，这也是比较常规简单的啊衔接这颗难度球的一个子球。先推杆过去，衔接九号。稍稍翘一些杆尾啊，立一些，推过来，尽量可以把十四号球啊角度叫的小一点。嗯，过来再确认一下。嗯，先打了。先打。这个感觉还是先把十号就打掉啊，留一个白球顺势向下推下来的角度可能更好一点啊。但是准度啊，没得说。那现在衔接下方的这个十三号就难了。
你要穿过二跟四中间下来，还不能过五号球。出问题。推一个右侧旋转啊，主球的四点钟方向。那这个局面就留给了陈国忠。一号球可以做六号球啊，做六号球的话，尽量的可以角度啊大一点点，过了。如果说现在白球的位置往上两颗球，那顺势打进六啊，下来之后可以衔接。嗯，出问题，还是源于交六号球的时候没有做好。需要发力的高杆，就那种打的往前冲的速度不够，可以说咱们常说打钝了啊。嗯，选择帮进，控制好力度。十号打活就好。现在陈国忠可以选啊，如果说五号球这么挤这个十三号球，有风险。可以拿到球权，把六打进之后，通过一两杆调整，用四号再帮进十三号，起码守住左下方的袋口。就算我在后面打后手球，暂时我也不会到一个这个很被动的局面，我两个球都可以挡住袋口。过来直接可能要带了啊，没有，嗯，还是拿四。如果防守的线路就是打四帮进十三守住袋口，白球用二号球形成斯诺克。如果激进一点啊，再调整去 K 球或者打双落。这是要干嘛？是往里拼，还是往左下方来翻？想拼了，看运气不好啊。推杆一库，
觉陈国忠打球像后边有人催他啊，真是快。第十局，陈国忠胜，比分6-4。第十一局，陈国忠开球。二号球的左下方的底带是够的啊。比赛时间已过半。但是现在呢，刚才这一杆进攻六号球右边中带白球，因为角度问题稍稍带了一下七，那么七号就现在呢，本来是有右边中带下球的线路，现在被封死了。想过来带，没有成功。把七打活。十三号有没有挡？没有挡的话，可以尝试这一杆翻带啊。如果打九号，进攻左下方底带，白球是有机会啊。控制打点的高低，杆法不用高，就可以 K 到十二。要不要翻带？好球，再调整。比分落后啊，这种大角度的球王清也没有选择。
这球可以高杆啊，腿杆横边库下来，八号就左边的中带，也可以看力量啊，两边中带都可以做，发力过来，两边中带，对，如果说左边中带不好做的话，就做右边中带。第十一局扳回一分，比分5-6。思考就时机了。第十二局，王清开球。要不要28中间缝隙啊，打15号过来先调整，3号球下方的花色球。10秒。在这个处理难度球上的这个意识上，陈国忠这边可能没有太多的考虑。球啊，带一些的力薄球过来，就是可以考虑啊。自己如果做六号球啊，这个角度最好能够做到6跟5啊。过来，哎，还别说，这么着十四号就过来之后啊，反而把左边中带带口啊，二号球的下球的这个线路啊，给扩大了啊，可以接力了。其实我个人感觉，刚才这一杆没有必要去打右上方顶带这颗球啊，可以打六，先把3打掉啊。因为八号球正好在一个比较开阔的范围之内。没有必要做一个特别特别要求高的一个青苔的一个次序，这样的话这几颗就看似都是活球啊，还需要很多控制在里边。
看，全都是一些比较精确的落位啊。这几个次序都是容错率比较低的，有一定压力。好球。往回点一点，哇，看来够迟啊。双方再一次打平，比分6-6。谢谢。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即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第十三局。陈国忠开球。整张推杆出去，是不是要刹车球啊？大了，太大了，太大了。陈国忠这个打法啊，用好了，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给对手的压迫性；打不好，就让自己特别被动。刚才从他这个
口型啊，咱们官方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懂得唇语的可以知道，打薄了啊，他说的是。还是在刚才陈国忠左下方底带跟中带的选择上啊，出现了这个一些不太精细。其实王清这边我倒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够着打啊，十秒可以先回手去把十三打掉啊，用十一过来调整，十三十四十一，比现在这么打的要安全系数要高一些啊。又不是没有能力去衔接这些球，为什么这么操之过急呢？想的挺好的，就是想勾出来八号球。现在两个人在一些选择上，我总觉得就是有些过于着急啊，可以思考一下。球形不简单，尽量的简单打。不要是白球老跑来跑去啊。发力中低杆，这球啊，做一翻带就好了。保九号球，右边中带，打推杆弹边库，做八号球容易吸库，不行就做一个八号球翻带就好了。看他选择吧，可调位。可做翻带啊，嗯，做翻带。孤注一掷啊，集中精神，打进。有没有两库？陈国忠的运气啊还算不错，可以打双分啊，八号球往左边边库去放啊，白球沉到底下。十秒，没有延时。五、四，是翻带还是十字跑球啊？还是翻？
13局，王清胜比分7-6。第14局，王清开球。稍稍敲一下一号，戴谢丽横台过来，哎呦，这么一碰啊，看有没有自然的组合球角度啊，三传七。从咱们这儿看啊，有一些自然角度。好球，还是走的直了。实在直的不行的话，就看看二一中间啊，能不能控制。如果有角度就发力。哎呦！小了，打好局面啊！自由球，这是王清清在的犹豫啊。上来打13，留一个打15 K 8的角度，还是我上来就摆自由球 K 8。但是要选择，如果说啊，咱们假设现在他要去 K 8号球的话，要注意薄后。如果说没有太好的把握，或者角度不太合适，再调整，对吧？周围的花色就很多，你至少有3次机会到4次机会都可以再调整，没有必要操之过急啊。
点太强制了啊。现在两个人打起来都有些乱。就可以抓一个两库力量。哎呦，这运气啊，借了一下五号球，反而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啊。最好能顶到八号球的右上边，关键球，好球。就是可以叫个延时，擦个白球啊，调整一下呼吸。没问题。第十四局，王清胜比分8-6。谢谢。看到这个，现在屏幕的左上方啊。第十五局，陈国忠开球。这夕阳西照，一段这个祥和之光。比赛是21局11胜，现在是来自辽宁盘锦的王清暂时领先，来自福建的陈国忠。打了一个很强的反赛啊。现在他留这个角度三号啊，角度有一些大啊。
如果能白球再往左边啊，再走个半颗球，其实是有机会啊，第一杆过来去解一下十四。就在分离角上，这种角度的判断上啊，就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角度啊，那球员们在打的时候的判断起来其实是蛮难的。实在没得打的话，做一杆防守也可以，但是好像不太符合两位选手的风格啊。重新洗牌了，如果实在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可以尝试敌杆的发力，就把边库的四号球给带开。哦呦，这杆就有运气啊，有运气。打四去破坏失误，现在从双方的球形分布来看，单色球稍稍占一些优势啊。王庆这边首先要破坏，哇，想发力啊，白球出一个弧线之后能有机会把七号就再给带进啊，太狠了这个想法。漏了。好球，现在我们不知道十号球的左下方底带有没有被七号球挡住啊。其实这一盘王青可以奔着青台打了，看来是没有啊。哟，角度留的小了啊，白球走小了，再往上走一点点就可以完成他的想法了。
这个还需要控制啊，力度的控制。白球第一杆往回退，停到这个位置，哪怕就奔着四号球这边来退，借四定位也可以。哎呀，太可惜了。我来 K 啊，得也没 K 到。在需要精细的时候，两位选手感觉都是粗犷有余啊，细腻不足。打二，白球沉底。没有选择啊，打五了，运气还不错啊，破坏了对方的十四号，但这球有风险，就稳妥一点，打二号球，往右下方底带来仰，白球沉底，比这个要风险要小很多的。两个人现在属于是张飞斗马超啊，白刃战了，已经是。推弹一库，看会不会发力的低杆横台啊，横到边库再回来，多了多了，但是不难度，不胎球啊。比分七比八。谢谢。足球杆找衣库，足球杆找衣库，足球杆找衣库。扫描屏幕二维码，通过信用审核即可零押金租球杆，好球杆不用买，租就行。详情请拨打400-6060-147，按七号键。第十六局，王清开球。
这根球留到三号跟八号球中间的这个缝隙。这根球也加了很强的左边的旋转啊，主球的九点钟方向。可以说这一杆啊，已经是把整个一个复杂的局面完全解开了。这杆细位啊，点赞啊！刚说完这边啊，被挡住了。我们这个角度看着看够有啊，够下的。镜头一给没有。十秒，把自己的一个难度球啊，九号球打活。陈国忠真是敢拼啊！看来对自己的运气啊，真是非常自信。王清这一边难度也是非常高的一杆进攻啊，连打带 K 不容易。如果出杆能够接受的话啊，不影响先打掉十五号。拿到球权之后，这可以打十一啊！白球从十四号就右侧弹边库出来啊，调到九号跟十四号就中间。可传下，可单下啊！主球不需要上库了，嗯，双方很有可能再一次打平。第十六局，陈国忠胜，比分8-8。
第十七局，陈国忠开球。冲球有球进，但是局面并不明朗。把九再打下来，打十号就上方包边啊，白球弹上去，哇，这是全都是进攻啊！在陈国忠的这个脑海当中，防守不存在的。全都是进攻。不会要把这打活吧？啊，轻点啊，轻打，轻打，贴。真吓人，我真以为他要发力打活，把这一堆都给解开。但是王清这边在一直在勾引这个陈国忠啊。让你就把这一堆难度球给解开，不断的在放诱饵，看你什么时候上钩。一个头发丝儿的这个缝隙啊，王清这一盘很明确啊，没有绝对好的机会，不见兔子不撒鹰。
还可以再往上放。你要攻的话，最好能白球推过二号球啊。嗯，看样子应该不是了，留了一个角度。他本意想打五，右边中带，白球过来去 K 一下一号球上方薄边。他可能这个角度走的比较小。五号很关键，不能轻易动。过来 K。那就最后留着一号球，对吧？单叫一，用一衔接八。你要是想清台的话啊，白球从二跟三中间过去。说推的力量有些小啊，先把三打掉。你现在这个位置只能是把二打掉，那再往上走。你重新组织了。尽量把二号球叫直啊，对，这时候可以擦一下白球了。反向中带，合理。第十七局，王清胜，比分9-8。18局，王清开球。冲球有球进，看要不要选择单色球。其实这两组颜色都挺难的，7、13、4、9都不明朗，旁边还带一个6。
左边中袋上方。十秒。五、四。非常果敢的一杆啊，主动来化解局面。这是今天陈国忠的运气啊，真是非常好。好球。但是球进了啊，这八号球还有机会再可以 K 一下啊，看你杆法的细腻程度。好球，看能不能顶住压力啊，将比分再一次扳平。没问题，双方来到第二个暂停。第十八局，陈国忠胜，比分9-9，官方暂停十分钟，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手球台球教学大课堂，学台球更容易。首期特邀 CCTV 五中十八球国际大师赛解说嘉宾张庆勇，22年专业台球经验积累，系统化教学，2小时精品课，教你快速提升球技，在最短的时间内记住更多你想获得的知识。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看有球台球教学栏目，或扫一扫直接观看教学视频。请注意，现在插播一条重要新闻，乔氏球桌能租啦，能租啦，能租啦！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通过信用审核即可零押金租用乔氏球桌，每月仅791元租金，帮您留住老顾客，吸引新顾客。乔氏，中式八球全球领导者。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Shh.
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恭喜和中式八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00-147，转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开始吗？开始吗？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9局。暂停之后，我们来到双方的第19局较量，在前18局，双方打成9-9平。比赛采用21局11胜，现在是平抢二。跑起来了啊！在这个局间暂停的时候，也是跟陈国忠啊简单聊了聊，小伙子非常风趣。我说你这后边有狼撵你咋的啊？怎么那么快？哎，台球嘛，就得跑起来啊！非常风趣幽默。4178。改了，再顶，再顶，简化局面。很有可能啊，这一杆扎青将自己率先送入到赛点。19局，陈国忠胜，比分10-9，开球胜台。谢谢。
第二十局，王清开球。而王清这一边呢，迫于两次开球时机，所以加大了开球力度之后，没有球进。现在我们看啊，七号球就是十号跟十四号中间的缝隙啊，应该是可以打进七号的。陈国忠也在量，如果打单色球啊，是有机会一杆制胜，但要考虑清楚啊。十秒，可以先把球台上方的一五把这些球吃光，最后又用这个左边中袋下方的这个六号球啊去衔接七号。中低杆打进三号左下方底带，他刚才量的这个点左右的延长线啊，哎呦，弄啥来这是？看中袋还够不够啊？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就算打进这七号右边的中袋，哎呦，也是很难衔接吧，看能不能翻。哇，还是打，太难了。王清啊，抓住时间，拿下这一分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在最后拖入到点球啊。或者利用时间之后，但下一盘是这个陈国忠来开球啊，自己要考虑清楚战损比，是为了保守一点啊，把时间压缩，起码自己在常规时间立于不败之地，还是说等待对手在下一盘进攻也好冲球也好再给自己机会。
第二十局，比赛时间还剩两分多钟，双方进入到双赛点。陈国荣也是非常可惜呀、啊。本有机会啊，结束比赛的。决胜局，陈国忠开球。本场比赛呢，也是两位选手的败部的比赛啊。获胜的一方呢，将在明天还有一场复活赛；而输球的一方呢，将告别本次比赛。一分多钟足够啊。哎呦，这球，估计是应该。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可能点球了啊。K， 会不会上演激情时刻啊？最后独秒绝杀，哎，哎，这一边感觉王清是有机会啊。还有十秒。就是啊，这，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三，二，一，零。真的就有机会啊！双方进入点球决胜。哎，点球了啊！本次分站赛 TV 台第一场点球对战。中袋，放到中袋。请双方选手争夺点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王清获得点球选择权。
点球第一轮，点球每人各罚五轮，在五轮当中啊，谁领先谁获胜。五轮之后，附加轮，谁领先一球谁获胜。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猜一猜啊，两位选手谁将在点球大战中获胜。支持王青的朋友们可以打出王青的名字啊，支持陈国忠的朋友们可以打出陈国忠的名字。第一轮过后啊，双方都没有球进，点球第二轮，朝上，正朝上啊。点球第三轮。在前三轮过后，双方都没有球进。哎呦，好险，差了一点点啊。国中啊，先声夺人。那么压力来到了王青这一边，因为王青是先罚啊。如果下一轮王青罚不进的话，比赛结束，陈国中获胜，而王青将遗憾告别本次比赛。能否为自己续命，就这关键一杆。
点球第五轮。没有打进，那么恭喜陈国忠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比赛结束，陈国忠胜。下一时段比赛是晚间的7点整，我们稍后再见。